我们各位乡亲哈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天总算放晴了哈，我想大家今天心情都非常的高兴。前两天下了很大的雨，所以我们的主舞台。 从我们背景那个地方，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它移到这个地方，那这样看起来也相当不错。我在这边要代表我们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所有的员工，感谢各位贵宾的加持，让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老天爷非常的体恤我们办活动的心情哈。其实前几天我几乎天天睡不好，大概半夜三点就会起来，还在下雨啊，一下非常大。 那对于我们农作有一些损伤，我们也几乎天天有人在派同仁在乡下辅导农民，还要做勘灾的工作，非常的辛苦，在这边也谢谢所有的同仁哈。那我们活动还是照样进行，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厂区开放活动啊又开始了。那本场在这边办这个活动，除了本场以外，我们也邀请住在台东的农委会所有机关。 都在这边摆摊位，来介绍我们的各种试验研发的成果跟农业服务的项目。我们开这个活动有两个大的意义，第一个就是说把我们近年来的试验研究的成果展现在现场，在各位的右后方这边就会看到。另外呢，我们邀请还有各级农会，台东各级农会来展现他们的。 最佳农产品，还有伴手礼。另外，今年是新逢我们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的高兴的日子，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历届的神农，还有优秀的产销班来展现他们的产品，还有来展售哈。那可以各位来参观的嘉宾可以看到他们的很多好的东西在这里。另外。 我们为了要吸引更多乡亲的参与，所以还有好多 DIY 的项目。代表我们厂里呢，谢谢所有参加的单位，在希望呢，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尽兴，在我们厂里这个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呢，都玩得愉快啊，来好好来看说农业不是只有硬邦邦的一些科技成果。 还有一些农业辅导，还有农业很好玩的DIY，展现我们乐活农业的一面哈。所以我就在这边代表，再一次代表我们厂里，感谢各界热烈的参与哈。希望大家今天玩得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要颁发的是台东区有机乐活餐竞赛活动哈。 我们今年总共有12个队伍，组队参赛。那包括我们台东专科学校、成功山水，还有我们各地区各级农会的督导哈，都有带领我们的家珍班妈妈来参加。 Kata.